为了展现在地落地生根的承诺，沃旭 CIP 海龙中龄四间梨花风店开发商特别在6号联合举办粽叶香飘风起传爱活动，结合在地社区工业团体甲200名小朋友做伙在鹿港龙山寺头前准备了3500粒肉粽，共同关怀着弱势家庭。来自无同国籍的梨花风店志工头一届亲手拔粽。随着鹿港五日节的帐篷，和新兴风电产业和传统鹿港文化结合，展现鹿港的传承和活力。为了展现对中华地方关怀承诺和保存在地文化的重视，在五日节前联合举办粽叶香飘风起传爱活动，结合在地社区工业团体，并且邀请200名小朋友做伙在鹿港龙山寺头前共同关怀弱势家庭。这边是第一届。咱所有的中华这离岸风电的开发商，要来共同来推动这个公益活动。当然，这是第一个起步，唔是一届尔，以后还阁做一个。所以我而且要甲各位报告，请大家一定要了解，咱这个离岸风电唔是干要解决空气污染，要阁来带动咱地方的这个发展，提供就业，吼、哦，种种做侪。所以我而且嘛甲各位报告，我非常欢喜，会当予咱这外国朋友。来参与咱这个中华的文化，要咱来拔肉粽，含咱的这个国中小学生会当来同乐，甚至要来送肉粽，咱这个老五老吼，这个老岁仔人吼，要来拔这个爱心粽，要来互人来会当感受到咱的这个热忱啊吼。做爱心粽，除了甲鹿港复兴地区的弱势家庭分享以外，佫佮透过老五老基金会志工，探视88位独居长者，予鹿港民众今年五日节真温馨。新中华新闻蔡良谦鹿港采访报道。